好，感谢主啊！我们相信在神国度里面呢，我们都是一家庭哦。所以感谢主，今天呢，牧师要继续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主题，进入神更大的荣耀，第二个部分。然后上个礼拜我们是第一个部分，你知道吗？2017年，可能我们面对一些的挫折，可能我们觉得自己缺少智慧，可能觉得为什么2017年我不能够讨人喜欢？为什么2017年我所做的好像自以为聪明？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哦。我们要来依靠我们的上帝。2018年，让我们从依靠神开始，好不好？让我们从仰望神开始，让我们在2018年，让我们从进入神更大的荣耀开始。那么，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这个美国的这个航班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有一个美国律师呢，他就乘搭这辆飞机，然后呢旁边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坐上一个中国人，那个中国人名叫老林了，所以这个美国律师呢就很自大，很自以为聪明，他觉得这个中国人看好像呆呆这样的，所以我要玩他一下了，跟他玩一下，免得这个旅途，因为从北京飞去这个美国纽约还很长的时间，他说这个时间怎么打发呢？所以应该既然旁边已经预备了一个这么呆呆的这个人给我想玩他一下，他自以为聪明了。然后呢，这个美国律师就摇醒了这个正在睡觉的老林，他说：“先生，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这个老林就很不耐烦说：“我不想玩游戏，我只想睡觉。”但是这个美国律师呢，死缠烂打的一直求他说：“我们玩游戏啦，没有很闷的，没有很简单的游戏而已。”那么这老林就跟他说：“好了，你说了要玩什么游戏？”他说很简单的，游戏很简单，我问你问题，如果你不会回答，你只要付我5块美金就好了。然后呢，又变成倒回来，你问我问题，如果我不懂得回答呢，我给你500块美金，要不要？哇，这个老林说，我是想睡觉，我真的不想玩。但是他又在死缠烂打，你不敢玩咩？中国人这样怕死的。哇，你们中国人啊，你最好不要记他这句话，中国人这样怕死。他说怕什么？没有怕，来玩，他就开始。好，我先问你，那个美国律师，我先问你啊。他说月球跟这个地球的距离有多少？老林想都不想，5块钱就交给他，不会答。然后呢，老林又在睡了，因为太累了。他说那个美国律师说你现在到你发问了。那老林就说好了，既然你要问，既然你想玩，我就跟你玩。请问他说什么东西是上山的时候用3只脚，下山的时候用4只脚？然后讲完这个答案的时候呢，问题之后呢，老林继续睡。哇，这个律师呢，他就头昏脑胀了。什么上山3只脚，下山3只脚，4只脚？他就开始打开他的笔记电脑去上网去设，没有哦。他就电邮给他所有的律师、所有的朋友，什么东西是上山的时候用3只脚，下山的时候用4只脚？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他。1个小时多过后，他又在摇醒这个老林，我输了。他也没有誓言，他就打500块美金交给了老林。然后老林拿了500块就放在 pocket 里面，又想再睡的时候，你不要睡，但我问你问题，什么东西是3只脚上山、4只脚下山？老林二话不说，拿了5块美金给了他。所以跟你隔壁左右说，不要自以为聪明。2018年，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要依靠上帝，阿们，让上帝成为我们的智慧，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阿们。所以今天我要来进入在第二个部分，就是进入神更大的这个荣耀。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在分享的，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60章的第1到第5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1、2、3，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弟兄姐妹，2018年，你首先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兴起，兴起，还记得吗？上个礼拜牧师说兴起，他的一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起来。哇，你们比较好厉害哦。昨天我问了要送他们一本书，他们都答不出来，只有师母答得出来。所以就是起来的意思。所以2018年不要再沉睡了，
2018年不要再继续做那些所谓自作聪明的事情，2018年你要起来， OK， 跟你隔壁左右的说2018年要起来。那么起来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起来，起来，因为神的光已经什么来到，神的荣耀要来发现，要来照耀你。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感谢主，这个情况不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阿们。因为为什么呢？这里说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害怕，我们觉得好像说哇黑暗来了，但是经文说什么？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神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与这个万民相比，或者是与这个大地相比，你是不一样的。跟你隔壁左右说 You are different， 你是不一样的。Hallelujah， 为什么你是不一样呢？为什么你是 different 的呢？啊，不是那首歌，我们不一样，不是那首。OK， 现在很流行那个洗脑歌哦，我们不一样啊。但是真的，你们是不一样的。Amen。为什么你们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是不一样的呢？因为我们有神在里面，因为我们有神的荣耀照耀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跟大地相比，跟这个万民相比，你是不一样的。虽然黑暗遮盖大地，我说了，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黑暗。但是感谢主，在你的家里面有神的荣光，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幽暗遮盖万民，幽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乌啊、这个乌云密布。很多时候啊、很多人，当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他都乌云密布的。但是感谢主，这个情况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你有神的智慧，你一眼就看穿那个人。哇，你知道那个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或者是你一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有问题。求神在2018年给你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给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看神要你看的。阿门。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神的荣耀却要照耀我们。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那么当然在这段这个经文里面呢，有这个双重的意思，一个是指以色列国啊，一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以色列国，神会高举以色列的民族啊，过去他们被遗弃，但是神有一个计划，你知道吗？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写这段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明白吗？以色列已经被掳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已经没有了，这个国号已经没有了。我告诉你，整个历史，整个世界历史，没有一个国号，甚至没有一个王朝，甚至没有一个国家，他们在被灭之后呢，他们可以重新复国。过去巴比伦怎么辉煌？过去亚述国怎么辉煌？过去波斯国怎么辉煌？过去的这个罗马帝国怎么辉煌？他们一灭的时候呢，一倒台的时候呢，永远就不能够翻身了。在我们的中国朝代，有唐朝，有明朝，有宋朝，这些清朝，这些朝代一过去的时候，一亡国之后呢，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复国了。虽然明朝败亡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汉族呢，他们要反清复明，对不对？反清复明，所以有一代的一些革命意识呢，就要来反清复明。请问成功不成功？不成功。所以这个经文在2000多年前，这个以赛亚先知已经把它写起来了。他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以色列不要失望，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们不要绝望，因为有一天这个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所以感谢主，在1948年以色列正式什么复国了，以色列国正式复国了。你知道吗？经过这个所谓的调查，整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族人是什么族？犹太族。今天你很喜欢上面子书，对不对？你知道面子书的总裁这个创办人就是犹太人。你很喜欢吃 MacD 啊， MacD 的创办人就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可以扶驾一方，他们可以很多人，当然接下来就是中国人了。所以为了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感到骄傲， Amen。 因为有一句话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不是中国人了，我要说华人，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因为中国人就被限制了，华人就没有被限制了。 OK， Amen。 所以你是华人，你不是中国人。 OK， 我们是，当然这边没有中国人嘛，所以我们是华人，我不是贬义这个中国哈。
所以这边有双重的意思。所以1948年呢，以色列正式复国了，所以外邦人很多的君王都要来救他的光辉。那么从另外一个属灵的意思而言，除了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以色列国家，另外一点他也讲到，其实我们就是讲到一点，就是教会，一个是讲到什么以色列国，另外一个教会。今天教会万国要来救我们的光，君王要来发现我们的光辉，阿们。教会也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就是教会。另外一个意思呢，请问什么是教会？拿起你的食指指向你的旁边那个，你就是教会。 OK， 所以今天这个光要来照耀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换言之，当神的荣光照耀我们的时候，当神的荣光照耀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将会从远方而来。远方的意思就是说，一直是他们误入歧途，误入或者是叛逆，或者是他们没有相信这位你所信靠的神。但是感谢主，2018年我说这个应许要给你的，阿们。2018年你的儿女要从远方归来，你的儿女已经是迷失的，他们要重新回到你的怀抱里面，阿们。所以为着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来祷告，你说主啊，这个应许你告诉我们说，我举目向四方观看的时候，众人都聚集在我这里，我的众子从远方而来，我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阿们。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许要来成就的，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什么？都必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家庭的祝福。当然我说什么是神的荣耀呢？还记得吗？什么是神的荣耀？耶门，我给谁了一个掌声哦？他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17:22说什么？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感谢主，今天如果你拥有耶稣，你就拥有这份荣耀，阿们。今天你拥有耶稣，你的生命是发光的。今天你拥有耶稣，你的生命是美好的。今天很多人觉得耶稣，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耶稣是我的一切，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唱是这样唱，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耶稣是我的 partial 而已，耶稣是我的一半。 OK， 礼拜天 OK 啦，属于你的 OK， 但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是属于我的，然后礼拜天只有单单这两个小时全然属于你。不，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全部，阿们。不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而这样的话呢，这个光辉，外邦人、外国、外面的人都要来救这个光辉，要来发现你的光辉。我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像一只的 butterfly 哦，飞啊飞，飞啊飞，很美的，展开那个翅膀的时候，哇，五颜六色。回去的时候呢，那个翅膀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它变了，它变肿了，它变什么呢？你知道是什么吗？苍蝇啊。所以你的老公啊，要拿那个苍蝇拍啊，在哪里？不，我希望说我们在教会是一只蝴蝶，回去也是一只蝴蝶。 OK， 不要吝啬，我说不要吝啬跟你的另一半说 I love you， 我爱你。我说三句话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常不讲的，就是什么？对不起，我错了，我爱你。我告诉你这三句话你写起来啊，烂到那个你的另一半啊，我告诉你他都打狼战了。所以你回去啊，你不要跟他讲，老公你来了，这个三天你来了，来看我牧师了，哇，他讲到啊很好的了，哇，他很帅了，我告诉你他肯定不会来的。男人哦，他很爱面子的，知道吗？哪一个人比他帅，他一定是把他列入黑名单的。所以你不需要跟他讲这个教会有多好，这个 aircon 有多冷，或者是这个人有多好，你只要表现出你爱他多一点，让他知道，咦，怎么以前他没有讲我爱你的？每一次跟他吵架，他都觉得他要赢完了，他现在他可以开始说，老公，我错了，哇，我告诉你那个改变啊，他不来都假，你明白吗？怎么突然间他会讲我错了？
我跟他结婚40年，从来没有一次听过他说我错了。你要不要认错？你要不要认错？都讲了这，都听到这句话。他现在反而说，老公，我错了。我告诉你，你一定能够吸引他来到教会。阿门。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想，我这个伴侣从来没有人改变他的，什么能力可以改变他？我告诉你，耶稣可以改变他。阿门。所以我说，让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全部，而不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当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全部的时候，让神的荣光就会照耀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啊，接下来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的信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神希望我们得到这个的光荣，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这个荣光，神希望在你身上被黑暗的世界看见，原来在你身上有这个荣光。阿们。神希望你是一个荣光焕发的一个人。看看你隔壁左右的脸，帅帅吗？好像很黑这样哦，笑不出。可能你会觉得，牧师啊，牧师，发光这么重要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很重要的。当你荣光焕发的时候呢，好的事情必会发生。阿们。你的儿女，这圣经告诉我们，你的儿女必从远方来，你的丈夫也必回来，你的女儿也必怀抱而来。还不打紧哦，当你荣光焕发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大海的丰盛的财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所以在他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在第三节，他这个应许，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当你脸上有荣光的时候，当你荣光焕发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意思说，君王的意思是重要的人物都要来发现你的光辉。但是我告诉你，有些时候我们的脸哦，我们的脸看起来没有什么荣光焕发，我们的脸常常挂着一个牌子，你知道什么牌吗？内有二钱的牌子。还没有，买杯香。OK， 欢迎你，姐姐。招待有没有这样？今天招待有没有这样？好像欠了一八板，不是那，不是我有一八板，你欠我一八板。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内有二犬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我家养一只狗，我给你看。啊，我这只狗，你看了这只狗，你敢进来我的家吗？他在篱笆外面，你敢进来吗？你进来啊，他的手还可以这样哦。我这只狗，我告诉你，我很厉害了。我拉它去走，我现在不大想要拉它了，我是给它绑很长，然后它大小便在那边。因为什么？我拉它是这样走的，它拉我，不是我拉它。我这样大只哦，你知道我的妹妹哦，你知道她是重量级的嘛？哈，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Maggie 225 pounds， 那个 WWS 还记得吗？但是感谢主，她已经减肥了，慢慢减肥成功了。她感谢主，我要告诉你的，她拉这只狗，那为什么？她现在重新。不要再拉了，为什么？因为有一次的时候，他拉的时候，整个人跌在那个什么长毛那边哦，整个人扑在那个长毛那边，砰一声，我们以为什么事情，快去看，哇、哦！他又穿睡衣，好像四脚朝天。所以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带这只，因为我们有两只嘛，还有一只比较它是金毛的，它这只就很可怜了。但是我告诉你哦，很多时候啊，你看到这样的一只狗在那里，你敢进来我的家吗？所以我们说，将心比心，如果你是这样的脸，人敢靠近你吗？但是我不想你是狗脸啊。 OK， 我们是神所创造，按神形象所造的。但是我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没有人敢靠近你的，明白吗？你有没有人喝过冬阴汤？冬阴，
或者是酸辣的，他脸是怎样的？这样的脸有没有人敢靠近呢 ？OK， 所以怎么样的脸人要靠近呢？看看你隔壁左右的，做一个脸色给他看。有些人笑着，又不是好像 Mr. Bean 叫，这种也是人家是什么，一看也走了。OK， 所以你要很自然的，不照做的 ，OK， 不照做的就很自然的笑 ，Hallelujah。所以当你容光焕发的时候，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你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像跟人家传福音啊，嘿啊，亚妹，看看小猪，新加坡讲好的在哦，在新加坡讲好哦，在哦。我问你，如果你这样传福音，人家感谢耶稣吗？我大佬啊，各位，你在新加坡买爱心咯，讲爱心咯，或者是新加坡讲好的在哦，来啊，路来。耶稣真的好耶，好教我白打。你的身上完全没有那个光荣，为什么？耶稣的光给你什么？给你这个那个脸哦，完全的消失到无影无踪。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什么？感谢主，我拜一拜一。我发觉到我们刚才跳舞哦，没有人要跳舞的哦。怎么跳舞没有关系的 ，It's OK 的 ，Amen。所以当人家看到我们真的很喜乐，我奇怪了，有些人在这边不跳，去啪跳啊，去啪摇摇摇摇摇摇，在这里有的给你跳，你又不跳，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这个是健康舞来的 ，OK。然后还有拍手，弟兄姐妹，早上起来要不要运动？教会啊，敬麦赞美团给你们很好的一个啊构思。我们拍手，我们向前跑，我们向后跑，我们没有向后跑，向前跑，向右跑。意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血液循环。刚才有跑的，我告诉你，在这个四十分钟里面，一个小时讲道里面，你们不会睡觉，为什么？因为你们血液循环了。那些没有跑的，那些睡觉的，刚才一定没有动作的。因为吃饱饱哦，哇，真的，你用这个 aircon 吹下去，你真的很想就是眼睛关下来。这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容光焕发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你说。不能容光焕发，因为我们的心中里面，我为什么今天我不能够，我笑不出来？今天为什么人会笑不出来呢？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太多的苦涩，常常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人所做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而受到伤害。其实你知道吗？容光焕发的是一个属灵的武器来的哈，可以领人家归主，也可以使家庭能够得到祝福，别人也因为你而蒙福。阿门。你知道吗？大卫王有一个保持容光焕发的秘诀，你要不要？今天我不是介绍你 schedule 短一短 ，OK？ 圣经里面这个大卫王，他有一个保持容光焕发的一个秘诀，很重要的。今天我把这个秘诀带回家，好不好？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原文是他是我脸上的帮助，对不对？然后是我的神，跟你隔壁左右说，你的脸需要被帮助。你的脸如果笑不出来的话，你的脸是苦瓜脸，你的脸是内有恶钱的脸，你跟他说你需要帮助。我告诉你，这个帮助的意思很奇妙，你明白吗？帮助这个意思，帮助这个原文的意思叫什么？叫做亚述啊，亚述希伯来文就是耶稣亚，耶稣亚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拯救。然后呢，耶稣的名字是希腊文，但是如果耶稣的名字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亚述啊，意思说什么呢？让耶稣是你脸上的光荣，阿们。让耶稣成为你脸上的光荣，让耶稣的脸照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就有光荣，因为他是我们的神，阿们。所以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经文的奥妙吗？原来我说你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你说旧约有耶稣吗？有，这个就是预表了耶稣，你的脸要有耶稣的帮助，阿们。你的脸所谓帮助就是耶稣的意思，神拯救的意思，你的脸需要被拯救。再提醒隔壁，如果笑不出来，你的脸真的要被帮助。哈利路亚，
感谢主。圣经说，当神的荣光照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脸是什么呢？需要被帮助。我们当我们荣光焕发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影响到别人。那些讥笑我们，或者是嘲笑我们，或者是诽谤我们的呢，你最好的回应就是把神的荣光给你的散发出去。 OK， 散发出去，根本不必说任何的话。我告诉你，我来到这个教会是1989年，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是参加一个家庭营，家庭营。当时候1989年，我妈妈就跟我报名。我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成长，但是因为父亲去世之后呢，我妈妈跟我们相隔两地，我就各自生活，我就很少去教会。所以每一次去教会的牧师都刘碧昌牧师都抓着我，他是叫我虫虫的啦，虫虫，为什么没来教会？为什么你一年才来几次？我说牧师，我是 CIA， 我是来探探看你们有没有真正敬畏神。哇，以前小孩就是年轻人就是要爱讲话，乱讲话。我是新年七次，复活节七次，圣诞节七次，叫做潜水艇的基督徒，对不对？这三个节日我就会浮起来，剩下的我全部沉入海底。所以我是这样的基督徒，所以我没有重生的。然后我就参加这个营会，我妈妈就为我报名180块。当时我说我不要去的，她说180块很高的价钱的，然后3天2夜。所以当时是福明庆牧师哦，他特别，你知道吗？办家庭营哦，哪里有人为信主去的，对不对？家庭营都是，他不是一个布道营嘛，家庭营都是信主的嘛。可是很奇妙的，福明庆牧师呢，就在当天呢，第一个晚上就说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挂羊牌卖狗肉的基督徒，虽然你说你是基督，但是你从来没有被重生的，没有去教会的，今天我呼召你出来。那全部都是基督徒嘛，哪里人就出来？没有人出来，第一个晚上没有人出来。第二个晚上他又说，昨天我做这个呼召没有人出来，今天我还是做这个呼召，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过去虽然是一个自称基督，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没有过一个基督的生活，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的。今天你出来，那第二天我就出来节制。哇，那时候我就重生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去之前教会我来了，我一个人都不认识，除了我妹妹。当时我还记得我去这个上巴士的时候，我们是从坐巴士从北海去到这个瓜拉格达，我们去朗高义嘛。OK， 在坐巴士的时候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这个营会里面呢，有一个姐妹，我认识那个姐妹，她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荣光焕发的一个姐妹。虽然她不是影响我生命的一个人，但是我要讲的，她绝对是让我能够留在这个教会直到如今的一个因素，明白吗？所以你说重不重要？荣光焕发啊！这个姐妹是谁呢？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啊，你看她爸爸你看这个美丽很鲜明苗条的这个李燕，李燕有在吗？李燕李燕这个苏天牧师，我说路德这个姐妹，你看她很荣光焕发的你们以为是师母是吧？对起被丢你啊那而已，不是知道的，因为真的。如果你认识路德这个人呢，他是改名了，他是 Esther 他也是 Pastor 了，现在也是做牧师了他非常非常的有那个所谓的关怀人会跟人家讲话。然后呢第二章你看，你会跟这样的人讲话吗？你会跟这个人讲话吗？女孩子姐妹会吗？这个你知道是谁吗？戴眼镜的，好像哪里出来的歹楼这样好像以前戴那个墨镜是怎样的，你知道吗？还吊着那个好像人家老白给他这样拖起来，怕眼镜掉忘记了，所以我们是这样吊着的，你看到吗？你看到那个吊着的那个有个呆，看到吗？所以你看美芳在这里你看这个秀珍这个阿妈还这样小，做爸爸了咯，现在20多年前的照片。我要告诉你的是，因为这一个姐妹，我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的服侍神，阿们。所以你不要小看荣光焕发，你真的能够影响人的，真的。所以为什么牧师，你说牧师整天来到这个教会跟旁边的人说，显露想要上课这样，不是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跟旁边的人说，我被鼓励了，明白吗？
我们以前呢还不止就对旁边的人说，我们说跟你的旁边、跟你的前面、左面、后面、前面、后面的人说过。我现在只是旁边罢了。以前我们是说跟你的旁边的人说，还有跟你的前面的、后面的说。你知道吗？我们每次来教会哦，我们一些新朋友来，我们都在坐后面，好像小红那一班哦，好像啊钟恩啊那些坐在后面的，很寂寞的，你知道吗？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人踩他们的。我每一次来，我都坐后面，因为我静悄悄的来，静悄悄的离开。所以我发觉到，过了这个，我觉得啊，我就要继续待在这个教会，因为这个姐妹的缘故嘛，对不对？我觉得她人很好，所以当时我们教会就是这一班人呐、啊。当然还有啊，阿斌哦，放飞机没有去的，没有去。所以我们教会这样人数而已，所以那个团契力很好。所以有一次的时候，我还记得，陈汉光长老来讲道，然后他就说啊，他说啊，跟你前面、后面、隔壁、左右的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告诉你，因着这句话很包袱的哦，我从来没有看听过人家说我爱你的，你知道吗？前面那句我忘记了，耶稣爱你我忘记，因为跟我讲的耶稣爱你的是这个姐妹嘛，坐在我前面刚刚好，所以姐妹小心哦，你要特别声明哦，耶稣爱你，那么我 OK 啦。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我告诉你的话，没有人会踩你的，你明白吗？没有人踩，但是因为那个哇，跟你隔壁左右的对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然后一个姐妹就反过来，我坐后面嘛，她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跟隔壁左右的说，来为什么呢？因为隔壁那个你认识吗？你不认识看 OK， 跟你后面那个说，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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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我告诉你，后面那个摘牌啊，没有人动啊。弟兄啊，你不要忘记前面没有讲前面，只讲后面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要找特别找一个喜欢的对象，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真的嘞，真的嘞。所以我要讲的是，真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那个荣光焕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脸是无法假装的，你知道吗？你的脸上的表情呢，会出卖你哦。你可以去做整容手术，或者是做拉皮。你不相信哦？你看人越来越老，他脸就怎么样，越垂了。有一次的时候，我说怎样拉皮呢？我就看着镜子，我原来是这样拉的。我这样拉上去的时候，哎，年轻很多嘞。你看到是不是年轻很多？哇，原来拉皮就这样拉，我这样拉下去，哇，年轻，28岁了。但是我不。我不反对拉皮了，你可以去拉皮，你可以放松，你可以放东西 ，it's OK 的。但你放越多，如果你的心态没有改变哦，你拉皮哦，你拉到你生气的时候是紧绷的，你只是这样紧绷的脸而已，你明白吗？还没有拉还更好。所以我意思说，你可以去拉皮 ，it's OK 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常讲了，我的脸哦，我的脸如果蚂蚁哦走在我的脸哦，它会这样过山车这样，嗯嗯嗯。然后呢，有一次的时候，因为我们好像10多岁，就想去做就洗脸嘛，对不对？要想做治疗嘛。有一次的时候，我就啊去到嘉陵坝一间，我不要讲他店名了啊。然后我去到啊，人家介绍说那个人很啊那不错啊，那个洗脸呢，我就去洗。你知道洗脸呢，我们都要躺在一个美啊啊。不是手术室了，是一个美容的那个床哦，这样躺着哦。然后呢，啊，我们是这样看着他，他是这样看着我们的，对不对？哦，所以那个职员就说啊，那个职员就很好看啊，他脸我很有信心，哇，这个这样哇，如果我的脸上这样哇，我不知道几好哦，哇，可以做明星了哇，什么发明星梦啊？啊，他说啊，我要叫我的老板娘跟你讲这个 package 啊，这个配套啊，怎样洗？等一下，你在那边躺一下，我叫我老板娘来。他没有叫还好了，这个生意就有了。他一叫，这个生意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他老板娘一来哦，我这样看他，他这样看我，我说你比我更糟糕嘞。你的脸比我更糟糕。我说 it's OK， 我说现在我没有空，我肚子痛，我走了。弟兄姐妹，很重要的荣光焕发的脸。所以我要讲的这个世界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一种人是他本来是不帅的，不美丽的，但你跟他越相处久了，你觉得他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帅啊，就好像牧师这样啊，
啊，本来不帅的，你跟你相处之后，哇，越来很帅，越来越帅，哇，我想跟他在一起。然后第二种是怎么样呢？本来很帅很美的，你跟他相处久了之后呢，你觉得越来越不好看的，越来越糟糕的，哦，越来越可恶的。啊，第三种人呢是怎样呢？他本来已经很好看了，你越跟他在一起相处久了，你觉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 handsome 了，阿们。所以我们教会呢，只有第一种跟第三种，没有第二种了，阿们。有没有第二种的？没，意思说好像是有哦，没有的啦，我们只有第一种和第三种的，阿们。所以我真的，我们相信呢，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容貌是什么？天生的，但是嘴脸要靠自己塑造。所以虽然容貌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但是我们却要对我们自己的嘴脸负责任。跟你隔壁左右说，要为你的嘴脸负责任。你知道吗？我要讲的容光这个焕发呢，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明白吗？你知道吗？我跟 Young Man 哦，你看 Young Man 哦， Young Man 70多岁啊， OK， 60几，我以为你是80岁了。OK， Young Man 60多岁，你可以起来啊。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年轻的。来 ，Give me five， OK， Give me ten， Yes， Yes， God bless you， 你看到吗？这种人，你跟他在一起哦，你不会觉得你越来越老，你反而觉得你年轻呢。Yeah， give me five， Yeah， come on， then，他也可以 rap 了。但是哦，你跟这一班人哦，我不知道，一些年轻的不是这一班人啊，一些比较年轻的，哇，他们常常埋怨，哇，他们这个 complain 这个 complain 那个 complain 这个 complain 那个，你觉得你越来越老哎，会吗？做父母的，我发觉到很老了，为什么你的儿女很会 complain 呢？导致你觉得自己老了，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容光焕发跟年龄没有关系的。无论你有多老，只要你的心里面被耶稣所充满，你永远会活得容光焕发。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们，不要以为这个这个很困难的事情。不，当你的心被神所充满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的生命里面呢就会越来。越发光芒，这个世界牧师讲了，已经会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令人沮丧，世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忧郁，但是神的光要来照耀你，阿们。你去把神的光照耀在这个人群中，让世人能够来看见你的光。你上美国最大教会的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Joel Osteen、哦，我告诉你，他满脸笑容站出来的时候啊，人们反而会不知所措的啊！许多人从来没有看过满脸笑脸的传道人，因为 Joel Osteen 他改变了整个的传道人的所谓的形象，你明白吗？你看到吗？你看这个脸，呼！你听他讲到啊，他整场到都是笑的。我告诉你，王志明也比不上他，我快马加鞭更比不上他。我告诉你，以前哦，美丽跟我讲哦，我没有笑的，所以他一直提醒我，牧师啊 ，Brother Allen 跟我一直讲要笑，所以我近2年我就一直有笑了。以前我是这样讲到，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专注，我们要敬畏他。哇，你听到也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讲员站出来，我告诉你去听他的道，哇，你知道。因为陶醉在这，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有神的荣耀在他整个的生命里面。他讲的是信心之道，你可以去听啊。主要是的，每一个星期你会看到他有一种 一系列的一丝的那种所谓的生气的没有。你包括跟他访谈，他的生命里面就是流露出神的荣光焕发，因为他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他脸上的帮助。阿们。所以我要开始，弟兄姊妹，要鼓励你们，当你这样的去学习的时候，人就会喜欢靠近你的。你常常笑的时候，人就哇，为什么你生命这样喜乐？为什么你把神的荣光去散发出来？所以今年神要在 FGA 兴起一个新的世代，阿们。我们不只是要做见证，不只是做见证，我们要成为见证。你可以说阿们吗？弟兄姊妹，我说了，荣光焕发的脸不只是一个好看的而已，它是一个武器来的。哦，这个武器能够解救人，砍断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个信息不是今天我要讲的信息，不是告诉你要有好的表情，
而是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全部。阿们。当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全部的时候，你就不再苦涩了，你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受到伤害，你就不会因为别人所为你做了一件对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就耿耿于怀。你会什么 Let go。 为什么？因为有神在我生命里面，耶稣是我的一切，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当你回想，你知道吗，我常常讲的，当你觉得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你看看耶稣，他公平吗？他面对的公平吗？你比他还糟糕吗？你给人家吐口水在你脸上吗？没有。但是他给多少人吐口水你知道吗？五六百人呢，一个营里面的兵丁呸呸呸呸这样呸他，你没有一个人呸过你，所以你的羞辱他担当了。耶稣是你的一切。你有被人家打过吗？没有。耶稣为你受了鞭伤，他担当你一切。所以我说，当你明白耶稣是你的一切的时候，你的心就平复了，你的心就得到安慰了，你的脸就开始笑了。就好像大卫所说的诗篇，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阿们。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知道这一切已经不算是什么了，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喜乐了，你就开始可以荣光焕发起来了。所以生命要会完全的被一个改变了。所以你知道吗，你说，我说怎样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当然我们说除了耶稣之外呢，今天我要鼓励你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9章20到21节。当耶稣是我的一切是其中一个，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必有一位救赎主。请问这救赎主是谁？哎，我要告诉你的是，以赛亚书之前没有连，没有分段的，没有分章节的，明白吗？刚才我们读是60章，对不对？还记得吗？现在是这个是59章，它是连续下来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你能够兴起发光？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兴起发光？今天为什么神的荣光要发现照耀我们的身上？因为它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一起来看。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到西安雅各中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他要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就是。”过犯的人中，对不对？今天你我都是过犯的人，所以他要转移过犯的人中那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和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感谢主，今天在旧约里面他们得不到这个赏赐，他们得不到这个祝福，他们得不到这个光，但是主耶和华应许说，我要跟他们立一个约。今天弟兄姊妹，你活在什么约里面？你活在新约里面。阿们。你活在新约里面，因为新约里面，当五旬节，新约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新的约开始了，你就可以被神的荣光照耀，神的荣耀要显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他说什么？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并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的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直到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接下来的一章就是60章第1节，兴起发光，因为主的光已经来到。我告诉你，16世纪才有分章节的，过去读经文的时候它是连续下去的。阿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兴起来？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发光？为什么神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有一位救赎主来到了。不单单有一位救赎主，有一位圣灵也要赐给我们。阿们。所以我常说的，当你面对苦涩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用方言祷告，因为神圣灵要充满我的口，让我们的口能够用方言来祷告。阿们。所以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我们所有里面的问题，我们就会被因为方言祷告得到一个帮助。你知道，如果你回去看59章，他有讲到全副军装的，他讲到全副军装，你回去看。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原来全副军装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还有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所以当你要荣光焕发吗？跟你隔壁左右说，多用方言祷告。阿们。除了你领受耶稣，耶稣就是那个荣耀，但是如果如何去荣光焕发呢？这里一个应许，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灵。阿们。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活在新的约里面，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把神给我们的荣光
照耀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接下来我要给人看另外一段经文，是记载在这个传道书。传道书他说什么呢？传道书第八章第一节，来，一二三，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原来我告诉你，刚才我开始说了，2018年让我们活在神的智慧里面，阿们，不要活在自作聪明的当中，让我们活在神的智慧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谁如智慧人呢？今天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但是这个智慧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你知道事情它原文的意思，希伯来文啊，它把这意思什么呢？就是神的话的意思。谁知道神的话的解释呢？弟兄姐妹，当你明白神的话，你就是一个智慧人。当你明白神的话，你的脸上必会什么发光，对不对？你脸上的暴气也会被改变。虽然你是生气的，但是你因为你明白神的话，你的脸上那个怒气也会改变，你脸上常常有神的荣光。意思说，当你渴慕去明白神话语的解释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是人得智慧，使人的脸能够发光。 OK， 我所讲的这个知识呢，这个事情呢，不是有关所谓的善恶的知识，你知道吗？当你觉得、哦、我这里有点疼痛，然后你就上网设置右腹下方痛，什么原因？哦，你去 Google， 我告诉你，盲肠是其中一个。那么你觉得，哎，盲肠又不是，盲肠是急性的，又不是，它有时痛，有时没有痛，然后又说有时痛，有时没有痛，啊，他就讲肠癌，呼，你就开始怎么样 ，lolo 林了，对不对？你就去 popular 特别找肠癌的书，你去翻开来看，咦，真的那个 symptom 一模一样哦，半夜三点。哦，有会丢痛了，哎，然后呢，小便的时候，哎，小便不了，大便的时候呢，有一点血，你看的是红，应该是红，但是你看的是血，因为你被整个的知识怎么，乌烟瘴气、乌云密布的在你的思想里面，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我得到肠癌，因为你没有成为一个智慧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谁如智慧？神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谁知道神话语的解释呢？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有问题，去明白神的话，打开四福音书，看神怎么医治人，阿们，看耶稣医治那些死人复活、瘸腿行走、麻风得医治、瞎眼看见。当你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信心就什么开始 build 起来，开始 build 了，开始起来了。你说耶稣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这里会痛，但是求你医治我。哎，我不是叫你不去看医生哦，你不知道，哦，牧师说神的话，当你被医治的时候，你去看医生证实一下，可能神就在当场就医治你，神也会透过医生医治你，阿们。但是问题是，你不需要去找那些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会让你更加什么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中。今天很多的病哦，其实是没有病变有病的，尤其是忧郁症的，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看那个忧郁症的书哦，我告诉你，我自己觉得我有忧郁症，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去看还好。你知道我去看忧郁症的时候，他说忧郁症的前兆是什么样呢？你去到购物中心的时候，然后呢走到一半，车有没有锁啊？这个是很普通的嘛，怎么是忧郁症的前兆？所以我就开始，我有忧郁症了。我告诉你，这样你会有忧郁症？你整天我有忧郁症，不忧郁的变忧郁了。所以不要去看那些书，你明白吗？常常有的不是啊，有这样的情况的举手，就是说可能你回驾车驾到一半，哎，好像 gas 没有锁，哎，好像水没有关哦，哎，好像 heater 那个 switch 没有关哦，有没有这样情况？有没有？很多哎，其实全部忧郁症了你。OK， 明天半夜去看医生。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看见神是我们的希望，阿们。神是那位医治的，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常常去看那些书，我告诉你，你肯定什么病都有。哆来咪发嗦拉提哆，抖抖，全部病你都有。不，你要对神说，不，我要注目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是那位医治我的神，阿们。所以现在我怎样呢？有没有说很简单罢了，走过去了再走回去。OK， 我现在不是再走回去了，我要克服这个呢。我就在下车的时候，我第一，我跟我太太讲，我有说啊。我记得很平安的，两个小时在逛街，没事，因为我已经跟他讲我有锁，我就克服了，明白吗？没有，你听到那本书啊，我告诉你，真的，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忧郁症了，然后你自己觉得忧郁症，你会不会变成忧郁症？你就是忧郁症，所以看圣经多一点，跟你隔壁左右说，看圣经多一点。好了，路亚。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注意看，在诗篇的。他说什么呢？诗篇34篇第五节，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也不蒙什么，也不蒙羞。”所以我们要开始仰望神。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脸就有什么？就有光荣，我们的脸就会容光焕发。所以学习仰望神，仰望他的人就有这个光荣，不会失掉面子。今天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常常做一个互相比较，我们。常常脸快乐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对方有我没有，我们真的希望我的鼻子像他鼻子，我的头发像他头发，明白意思吗？可能 Joseph 觉得我的头发如果在他的头发上，在他头上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又想，哇，如果 Jack 的头发如果在我的头上，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告诉你，羡慕不完了，明白吗？我有羡慕他的，他有羡慕我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优点，不需要为了头发而妒忌，也不要为了身材而妒忌。世上只有一个你，跟你隔壁左右说，世上只有一个你。还有其他人羡慕你的，但是你很奇怪的，你却不喜欢你自己，总是感到不满足。你知道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问彼得三次，他说：“你爱我吗？”然后彼得看见约翰的时候，就说：“主啊，这个人以后怎样？”你看啊，这个约翰福音21章哦。主对他说什么呢？这跟你什么关系？你来跟从我。主耶稣就提醒他，不要跟人做比较，你跟从我就对了。OK， 每一个人都有恩高。OK， 我们很想模仿一些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知道吗？我在2010年，我开始接管这个教会，我很喜欢学，因为我以前前任牧师是 Pastor Ben 嘛，哦，哇，他讲到，哇，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哦。他讲到可以台上下来，然后在这边，然后可以站上去，各位弟兄姐妹，哇，我还没有这样哦，他是这样的哦，所以我就开始什么，因为很压力嘛，我就要学他咯，我就开始学他，学，你要模仿的很辛苦的，是不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就开始学，学不来。德安弟兄，他是个容光焕发，你看他真的容光焕发，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师。做回你自己，我感谢主。当我开始做回我自己的时候呢，哎，我有自己的风格，我讲到有自己的风格，我不需要学习别人，阿们。他有他的风格，我有我的风格。那么很多人说，哎，牧师啊，现在你在学 Josephine 啊，学不来的。OK， 哦，好像你在学的啊。有个姐妹就跟我说，哎，不要学别人啦，做回你自己啦。所以我觉得，哎，我好像我觉得她穿好看嘛，对不对？我就穿一下，因为我觉得你穿的好看也是做回我自己啊。可能我过去不会穿，现在我会穿了，对不对？啊，今天我又不是做成 Bean Star 嘛，我是什么 ？Waiters， hello， coffee or tea？ 是不是 coffee or tea 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去模仿任何一个人，做回你自己就好了。阿门。你也不需要模仿我，希望我接下来的啊一些接班人，他不需要模仿我，因为。有些人讲话他会很快，也有恩高；有些人讲话很慢，也是有恩高的。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神爱你，他要帮助你，你知道是谁吗？王院长，3月他就来了，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耶稣，他爱你。他有抖音的，只要3月才会来，但是他也很有恩膏。每一次见证，我告诉你，我都领受很多的。
他在讲道的时候，虽然一句一句一句慢慢的，那我是什么？咔咔机关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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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多人讲牧师你讲太快了，经文哦啊，别人家讲哦，我才开始看了你读完了，我才开始要看你读完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快有快的恩膏，慢也有慢的恩膏，我们不需要去模仿。如果今天我模仿王院长的话，我告诉你，今天全部你们睡觉。各位，让我们容光焕发，不可能，我做不到，你明白？所以意思说，不行，我感谢主，就是主耶稣，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模呢，你明白？一个模，那个模做完了之后呢，上帝就把它敲破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的，阿们。所以你跟你隔壁左右说，你是独特的，你是独一无二的。Amen。 当你认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时候，你就觉得 Yes， 我有的他没有，他有的虽然我没有，但是神会继续的透过我的没有，然后让我成为就更多的事情。 Amen。 所以不要常常去做比较，你明白吗？哦，常常有一些人说啊，考试拿到98分哦，那我们的啊 boy 考试拿几分？妈咪98分，98分而已啊！你看隔壁的 Calvin 104分呢。哪里有104分？不要做比较 ，OK？ 他拿了98分，已经很厉害了。我问一些父母啊，我发觉到一些孩子就跟我牧师啊，我爸爸骂我，我说我拿到90多分。我说，我就问他，你以前考试几分？60多了，60多你要管变90多啊？不错了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嘞，明白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鼓励，阿门。我们发觉到有些时候人家称赞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回应，尤其是我们华人孩子哦。Alan， John 啊，多叫 ，Andrew 岁哦，不啦，那有岁啊，哎呦，你快点拜登啊！我相信 Alan 不会这样讲了 ，Alan 一讲 ，Bless the Lord，Hallelujah， 他一定是这样的，阿门。要这样，不要人家讲你称赞你的孩子，凭着哎呀，不大嘛老岁，看那在装灭鬼机。不要公娃，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鼓励他们。阿们，飞车在哪里？飞车。当人家开始鼓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 ？Yes， Amen。在过去，我告诉你，很多苗阿杜阿高啊阿喵啊阿爸，为什么？苗较好，迄个物件来做乱，阿妹袂困，所以苗阿杜阿高一起杜来。所以那些东西不来冲地都，不来冲地高，一冲地狼，所以你不用好的名，你好的名字就完蛋了。所以以前我们老一辈哦，很多单阿爸、单阿高、单阿都，我感谢主，我爸爸没有给我单阿一阿高啊。不，我们是上帝所保守的，阿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领受上帝满满的一个荣光，一个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要讲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所以不要埋怨，不要埋怨你有的别人没有。所以我们要仰望神，就好像这个经文说，凡是仰望他的便有这个光荣。所以当你荣光焕发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圣经的应许说什么呢？你的种子会从远方而来，那么万国和重要的人物呢，要来就近我们这个荣光，所以列国的财宝也会来归你。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弟兄姐妹，我再次强调，我说的不是俊美或者是漂亮的脸，这些可能会欺骗你的。我说的是，当神的光荣光照耀你的时候呢，你会散发出一种荣光焕发的面容。我现在这个教会已经有了，我告诉你，我没有看过 Brother Alan 生气的，他永远是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我看他生气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他的生气是这样的，是吧？从来没有看他生气的。他说，如果我生气是这样啊，不要抓我，意思 你就知道了，我的同工最知道了，我的脸色一变了，他们就，所以我还是要学，我还是要学，我还是要学。发现到我们当初已经很有荣光了，有几个人就很有荣光了 ，OK， 很少生气的。阿庄也是很少生气的，真的我看到有些人很少生气的，所以在结束之前再次提醒你隔壁左右的，你的脸需要被帮助。你的脸需要被帮助。
圣经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帮助。阿们。你的脸真的需要被帮助。当有耶稣啊的时候，当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活出一个光荣的生命。阿们。被神光照的一个生命。哈利路亚。今天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们的脸需要被拯救，今天我们的生命也要被拯救，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拯救，我们的灵魂也要被拯救。阿们。所以我们当中，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需要祷告的，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需要你的帮助，让我开始能够有一个容光焕发的脸。可能你很多的苦涩在你里面，你要得到释放，你要得到医治。可能你身体上的软弱，可能你觉得家庭的问题，可能你觉得在工作上，在事业上，我面对了一个瓶颈，我面对了一个难处，导致我不能够容光焕发起来，导致我活在一个苦涩里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It's OK， 今天我要为你祷告，让你来到神的面前，开始仰望他。就像圣经里面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还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仰望他，因为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阿们。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去在意人怎么都看你，当你出来祷告的时候，今天上帝要亲自来帮助你。阿们。要亲自来拯救你，他不单单要帮助你的脸，他要帮助你生命所有的一切，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全部，而不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哈利路亚。让我们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可以陆陆续续的，有需要的可以到前面来，我们的这个团队需要来帮助你们。